第三十题，有关天然气与液化石油气的比较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只有液化石油气可以液态方式运送，这个说法是错的。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天然气可以在负162度 C 及更大的压力下液化，运送到不产天然气的地区，所以 A 选项叙述是错的。B 说天然气为纯物质，液化石油气为混合物，这个也是错的。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天然气的主要的成分呢是甲烷跟乙烷，所以它也是混合物，所以 B 选项呢是错的。C 说天然气的成分的分子平均含碳数大于液化石油气，这个是错的。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碳跟两个碳的是甲烷跟乙烷，三个碳跟四个碳的是丙烷跟丁烷，所以平均含碳数应该是丙烷、丁烷大于甲烷和乙烷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 C 选项叙述呢也是错的。C 选项叙述说天然气跟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的主要产物相同，这是对的。前面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它们完全燃烧之后，它们的产物都是二氧化碳跟水，所以它们产物是相同的。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天然气与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时主要产物种类相同。